那一年我9岁，那一天我跑走了未遂。38岁中国女星陶欣然，过去因《甄嬛传》中饰演安陵容一角走红。近日她在自制电影《夹缝之间》的宣传活动上，自揭藏了29年的童年创伤。在女性的性侵和被猥亵的这个数据比例是66.7%。妈妈，我能说吗？可以。我在那66.7%里面，那一年我9岁，那一天我跑走了未遂。这件事情我应该是在我当了妈妈以后，我才跟我的妈妈说起。那个时候我的女儿1岁半的样子。我们有很多人其实在那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不敢发声的。消息一出，掀起热议，粉丝心疼，但也有网友认为是为戏宣传的手法。对此，陶欣然在微博发长文反击，强调自己没有编故事，感叹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么难吗？如果我只是为了票房而票房，我不会选择这样一个题材，我就天天穿着安陵容的戏服去卖货，那样应该赚得又快又多吧，还不用承担巨大的投资风险。